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二月十八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人知。2020年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会，伫十二月二九举办，由公共电视等十间媒体联合举办。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会针对中国干涉台湾选举进行做调查报告，美国总统川普也讲会随签署通过。在今年五月，台南永康透天发生火灾，认定是因查某囝所做的，也因为情形状况歹，改判刑十二年。在今仔日，就是头一场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总统蔡英文的竞选办公室政见影片是一直出来。第二期的影片是咧讲顾囡仔的政策，针对出世到六岁囡仔，国家甲北部做伙饲。不过，伫咧政治压，国民党嘅主席郭敦基骂蔡英文讲是衰尾财某，引起歧视女性嘅批评。蔡总统也在面册甲回击讲，每年选举爱站出来，假是一个充满歧视政党。副手赖清德甲民进党主席杜英台也批评国民党甲歧视当作是趣味，爱用选票甲因拒绝。现在起，零到六岁的孩子。选举总统政见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连续推出政见影片。第二期讲的是幼童政策，零到六岁国家同齐起，包括有成果提悬，就是津贴个增加等，要减轻父母的负担。伫未来四年一步一步完成。过去四年我们做了什么？未来四年我们也即将再努力哦。那提供一个台湾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的政策，除了推政见，针对国民党主席郭敦义，佫爆出四件争议。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提名找反击，未当容忍这款负面选举文化，每年当在站出来单调这种充满歧视的政党。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伫直播加早等时回应，这款的言论非常害国民党是将歧视当作趣味。因为我们这是总统、副总统的选战。未来当选人是要当国家领导人，对，换句话说，你的言行要能够为国人是表率，就你在竞选的时候都就是讲一些歧视女性的话，这非常不应该，是把歧视当有趣，这更严重，太糟糕了。国民党吴敦义主席继上次之后，继续用这种不堪的言语对女性的歧视。我们要在这里表达最最强烈的谴责跟抗议。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伫高雄举办，会中也以三民之夜批评国民党，亲中连江阶级斗争、性别歧视，尤其伫性别歧视一项批评更加侪，呼吁选民用选票支持国民党甲国民党候选人。至于在立委里，伊将有包含停韩两条大游行，到阳台也呼吁停立的民众参加爱和平、理性、冷静，等政府既然核准，都爱负起应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吴敦基讲，总统蔡英文是衰尾查某，引起世间的风波。前党主席洪秀柱也甲听，认为吴敦基只要较斟酌使用技术就会使咯。不过，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总发言人王千秋认为讲，这款的用词无妥当，也那是干要讲回事的，要尊重吴敦基的智慧判断啊。国民党主席吴敦基事件的风波继续跌断，伫咧讲总统蔡英文是衰尾查某了后，并不回事的，而且佫继续伫咧人民册批评蔡英文带衰台湾，台湾伫伊的执政之下已经衰败，必须要振作。对这个代志，前主席洪秀柱是表示认同，认为讲这句话小可调整一下就会使。国民党中常委陈鸿儒嘛出面驳回，认为讲该做衰尾总统较适当。其实这个总统真的叫衰尾嘞，把这个国家带的真有够衰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是衰尾总统，说他衰尾文啊，那么就是造句重新改一下、调整一下就好了。我们也认为他有检讨的空间，我们尊重吴主席，但是由他来做最正确、最有智慧的判断。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千秋的态度是真保守，认为讲用词确实有无妥当。韩国瑜办公室十八嘛召开记者会，批评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强烈推杀反渗透法，行政权超过司法，伤害台湾民主。让行政权、行政解释权可以凌驾司法，可以凌驾法律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法律。2020的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韩国瑜办公室这时阵反对反渗透法，认为讲是退回去有宪法一百条的戒严时代，嘛好说得来立法院讨论法案变作选择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白宫过想要选2024年总统的台北市长郭文德，日前对媒体讲，若是有选调，就要甲总统府迁去台北，认为用日本时代总督府正做总统府是历史错乱。另外有人爱郭台铭去选国民党的党主席，郭台铭家己讲，干那是无想要做官，一切以服务人民优先。要表态要参选2024的台北市长郭文特接受媒体专访时阵讲，准讲当选，伊就要甲总统府刷到台底，因为用日本总督府来做总统府是历史错乱。我们怎么用日本总督府继续当台湾的最高的这种行政机关的所在地？这有历史错乱。那本来就在国防部在大直要塞区啊，其实我们那个横山指挥所就在那里，其实那个是。我跟你讲，大陆如果对台湾动武的话，一定是斩首赞助的。这样怎么摆在那里还蛮危险的。选举特别高啊，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是更加受人注目。对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7出席韩国瑜奥运会的时阵，批评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治安真歹，发生真侪件分尸案，讲这是妖受骨，佮批评蔡总统是水杯查某，引发政治效应。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私底下讲一个 level， 然后在上面讲要换成另外一种频道，就是这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国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革命以来，一直传出有真侪矛盾。外界在咧要讲，两个人恐惊无啥物合作的空间。不过，十八郭台铭陪郭家军李正英到新北市的选委会抽考啊，去访问到，反而最近有意思要跟郭台铭出来坐大位，郭台铭只是真低调回应。我也不会说一定想要做官，我出来做就是是替国民党，替所有台湾的老百姓。国家的利益要大于党的利益，那让人民的利益又在人民国家利益之上，所以我一切以人民为主，以国家为主。选举特别高啊，抢选票，各政党是拢一直出招。民众党发起人蔡碧如十八是透露，台北市长兼民众党主席的郭文铁，按算伫咧选举前十天，配合中选会的区域的预竞选时间，会请假来互选，拼选民的支持。记者阿敏晶、张国水、陈崇伟，台北新闻报道。第十届不分区立委选举政党的选举号码在今仔日出来了，民进党抽到14号，国民党9号，亲民党3号，台湾民众党15号。这回有19个政党经过中选会审查通过提名人，有216个政党票，若准有超过5%，就会当分配不分区立委34位的席次。国会保台湾。大声喊着口号，抽到14号的民进党，希望民众票投给民进党，延续执政4年的政绩，继续守护台湾。我们会尽全力的让全台湾的所有人知道，民主进步党是一个实在做事的政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中选会18举行无分区立委选举的政党号次抽签，19个政党国民党抽到9号，强调票投给国民党，用的中低救安。抽到3号的亲民党是讲重大第三势力主张，而时代力量是抽到6号。长治久安，我们党会护卫国家长治久安，长长久久。亲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我们扮演的就是左拉右，左拉民进党，右拉国民党。另外，台湾民众党抽到15号，讲票投给15，民众做主；立立党是抽到12号，各党拢拜托民众用选票支持，抢入国会。而即摆19个政党总共提出216位符合资格提名人，那是政党票得票率在5%以上的政党，将分配无分区的34席。我们有这么多专业的候选人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为台湾、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下一代齐心努力，义无反顾。我们小党一定要存在，因为绿党的价值不是只有在例如说整个蓝绿中间的绿，绿党的价值在于永续的绿。那中选会抽号数老烈，花莲区的立委抽签，各方支持者拢来，管委会四个拢是人。抽奖结果，萧美琴抽到2号，黄启刚3号，傅坤吉是6号。2020，花莲妙赢，66大顺，动顺，三阳开泰，3号黄启刚胜利当选。面对当地的媒体的焦点，候选人拢把握机会，各自表示意见。例如，比比往年签提完了后，郭定也在门口做事，也有无公平的代志。今年特别规定，候选人抽签提完了后，必须爱随离开大门口楼梯，以免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会，会由多一间媒体来举办咧。公司伫18邀请3位总统候选人的电影，甲想要参与主办的媒体共同协商，确认伫12月29下晡2点伫公司举行，会由公共电视等10间媒体共同主办。总统大选即要到啊，也毋过个总统候选人电影进行针对电视辩论会，应该由倒一间媒体举办是一直争论。公司邀集三方面，也个有意参加主办的媒体共同协商达成共识。12月29下晡2点伫公司登场，媒体界进行达成 A、B 方案共识。A 方案是2场电视辩论，头一场由公司主办制播，四部一声正做媒体代表提问；第二场是3日主办制播，4间电视媒体提问。B 方案是由10间媒体主办，公司制播。四部一声提问，最后决定是采用 B 方案。民进党蔡英文总统，我们都是以举办2场为目标哈。那举办2场的形式、时间、内容，我们都尊重媒体协调的结果。那很遗憾，韩正有很多的意见，所以最后我们只能决定一场。我们很遗憾不能多办几场，让民众可以在国政治理能力上多加检视。原本我们是比较倾向是 A 方案，就是可以进行2场，所以对最后的结论是举办一场，这个虽不满意，但是还是可以接受。那我只能说，三阵营也都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协商。那至少目前有这么一场，那我们是希望说后续有没有第二场，这个可能三阵营还可以再协商看看。就后续是不是要有第二场的电视辩论，各电影拢讲也能协商，无甲话讲死。而国民党是指出，希望卖予特定的媒体来主办。但我们也期待还是有第二场的一个辩论的举行。如果第二场辩论，我说过，并不排除三例，但是不能独后三例。如果第二场的辩论举行的话，那么应该要由各个有意愿参加的电视台来抽签主办或者是自播。那这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会议当中并没有特别的处理。李高举行的电视辩论会发言顺序经过抽签，意思是韩国瑜、宋楚瑜加蔡英文。刘廷芬做新闻媒体提问，交互提问加结论。这四个听书由公司有话好讲的主持人陈信聪来主持，四部一声代表媒体提问。记者苏荣合报道。交通部针对想要恢复韩北的远东航空落水后的期限，要求在今仔日下晡5点以前要把相关的资料送出来。远东航空表示，已经在5点以前把保件资料送出去啊。要拿废除牌照的部分，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交予民间局做专业的判断。远东航空无丢伫停飞，民航局想要处罚300万的罚金，啊，毋过因为佫想要争取复飞，交通部对远东航空落上后尾的期限，18下晡5点进前要送资料。那也按规定，在12月18号下午5点以前有完成的这个呈报民航局的一些补充的陈述意见，关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强化机师、空服员联管以及维修人员的心理建设跟飞安课程。因为民航局协调李延华新加班。机到年底，敢是代表阮航空飞无希望？林佳龙表示，即个应变机制拢是做上歹的拍算，啊，若是敢是要废照，是民航局来判断。是后续的，我们是否这个废照或允许啊做一些有条件的这个限期的改正，这个我们会尊重民航局啊他专业的判断。除了飞行安全以外，远航的财务风险也受到大家关心。远航要把合作金库借贷22亿，民航局提起合作要注意，避免产生问题。啊，不过国民党副秘书长张显耀再去提公文，这个金管会发文要求合作金库袂当照民航局的公文影响远东权益。金管会负有全国金融管理、金融秩序之责，为什么单对远航财务进行公开？是我们主动要提醒合库，而且去请合库要本以征收性的五批原则，要去综合评估合库。就我了解，他们了解了这个状况之后，他们就立即去要求远航要做改善。郭立平强调，讲发公文是徛伫咧提起合作金库综合评估远航的债务，啊，若是远航后背的资料已经伫咧拜三上下尾期限进前，阁报价送出去，民航局表示会阁来斟酌。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年五月，伫台南永康的一栋透天发生火灾，老爸死亡，老母甲后生受伤。警方调查发现，讲是医学系毕业27岁查某囝去买汽油放火的，也依照杀害的是血亲的罪名，甲起诉。台南地方法院在今日下晡认定讲，伊的判断能力有问题，甲判刑12年，宏观以前爱精神治疗2年，专案也阁会当上诉。天龙阿伯跟消防人员无用地拍火，马赶紧甲玻璃窗开，爸爸送病医来急救。今年5月10日，台南永康老家发生火灾，一口罩4人，53岁爸爸无救倒转来，妈妈甲后生分别是去互烧着伤，甲砸着伤。啊，不过干那27岁查囝无伫咧厝呢，去互警方查着，讲是伊买汽油来放火。台南地方法院18宣判，认定讲伊是超过伊放火来伤害厝内人。案发前有与其母发生争执，也经证人证述属实，可知道被告有放火的动机。在综合卷内相关事证，认为被告应该具有杀人的不确定故意。在查被告是选择性的将汽油泼洒在客厅沙发的睡垫附近，放火之后还知道迅速驾车离开，而且可以开上高速公路。加上要向法官作证，被告医学院毕业了后，情绪都真无稳定，可能有破病。啊，不过过去嘛去予医生看，法官根据鉴定的结果，无认为讲伊无法度判断放火可能会造成伤亡，达到无处罚的程度。啊，不过行为人脉的能力确实有降低，后续进程需要先进行治疗2冬。鉴定团队建议安排被告为强制精神治疗，否则将来仍有可能自伤伤人。在审酌被告放火的行为严重性，以及从来未曾就医过。而且在本院审理期间展现防卫敌对性格。法官表示，杀害弟弟血亲是重刑，啊，不过家属拢表示，被告是因为读册时阵承担伤侪压力，所以根据伊的精神状况，过来减刑，落尾干那判12冬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开支请看护，说奉罚15万。原来是民众伫病院摕着顶头有写着合法看护的名字，请落去才奉查着讲伊无合法的身份。劳工局也提醒讲，要请的时阵就爱确认对方的时阵，无那到时阵奉罚钱，根本就是假了工。有的民众就要照顾倒伫病床的亲人，也爱做事，实在是真忝头。有的人想要找看护来替换手。不过高雄市劳工局最近有发一个案件，因为民众在病院摕到别人予伊合法看护名片了后，甲人联络也共请，出来互通知讲，因为请来路不明的外籍人士，奉罚15万。你徛咱迄落专门迄落人迄落啥物？癌症病房遐。嘿啊，你若徛咱遐一刀命就过落去啊，哪会无？先询问看看这样，对。但是也不确定说一定会去使用啦，还是会先去找合法途径吧。民众讲，伫病院这种状况，直接看去，特别是当镜头病房挂边，甚至有的所在较野白，也有人藏着这款合法看护的名片伫遐。在没有查证看护人员的身份了以后，就直接雇用，然后被查到是属于非法的外劳。那在这个部分，因为违反了就业服务法，所以被受裁罚15万元。劳工局表示，到今年11月为止，伫病院查到的非法聘请案件有10件，占违反就业服务法总数20%。提醒民众，若是有相关的需求，就要照报来。要请进前，也要确认对方的身份甲期限，无到时是上头无前头。若是透过中人去聘请，除了共请爱奉罚，中人也爱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有一个囡仔，人伫咧大，却无啥会晓讲话的情形，这款病症号做是语言迟缓。也一个囡仔伫幼稚园经过年半的时间，拢互同学霸凌，用笔仔甲伊画面，甚至甲扇嘴皮，家长要求幼稚园爱排解，却拢无开心。家长也向教育局检举，那阵幼稚园无医护囡仔安全，恐惊会吃官司。妈妈带5岁后生回来幼稚园，要跟园方开协调会。因为17号，妈妈都决定，让有语言发展较慢的后生退学，并且向教育局正式检举，园方长期让伊的囡仔被霸凌。我带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然后我就亲眼目睹他就把小朋友推倒，然后把我的小朋友推倒，然后头去撞到柜子，然后之后就是打或是骂。妈妈指控囡仔被同学欺负将近一年半，这几个月连硬币画面、拍碎皮这种离谱的代志拢发生。但长期以来，请学校帮忙管理甲保护囡仔，园方唔但无办法改善，有时阵囡仔被欺负，老师阁故意唔甲家长讲。可能要跟那个小朋友玩之类的，嘿，然后也有告知家长，嘿，然后有在处理他们双方这样子。
警方复印无处理，但妈妈嘛提出甲老师的对话记录，要证明囡仔确实被霸凌。警方嘛无改善。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但是警方无办法提供安全教育甲照顾，得还由教法。限期无改善，会使罚3000到30000元。记者王家昌、郭建准给我们报道。金门县议会打算编10亿的经费，伫金城镇的一块草埔啊，要起一栋议政大楼，引起民众的不满。即期讲会破坏草埔啊，佫无差钱。县议员邓新宝也发起野餐的抗议活动，吸引上千名民众到现场响应。数千名民众伫草皮野餐，小朋友欢喜舞动身体。其实这是金门国民好朋友的当地野餐抗议现场。伫将金门县议会引起开近10亿，要将位伫金城技工湖边2.5公顷的公园地改建为新的议政大楼，引起国民的不满，要求撤回新建案。这个地方是我们常带小朋友。常带小朋友来玩的地方，金城的绿地已经这么的稀少了，可及性啊又这么的好，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保留这块绿地？如果原来的位置就已经够用了，其实无论在移到什么地方，我觉得都还蛮有意见。金门管委会指出，现有大楼设计不当，结构破损，新建新的议政分区会当兼容绿地环境，保留原来绿地风貌，带动金城镇周边的发展。抗议活动发起人邓松宝认为，旧的县议会大楼兴建不过20多年，即马阁要开10亿起新大楼，有浪费公家钱之嫌。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来掠夺掉我们这些小朋友跟下一代的资源，然后终结这一笔预算，把它花在更该用的地方，比如说老人长照啦，或者说其他的社会弱势的照护。当初报呼吁支持改建的议员，应该审慎思考，这笔钱开的敢是适当？针对绿地改建、议政大楼一事，目前包括当松宝、欧阳义雄、柯玉娇等多位议员表态反对，有团体也再度发起用兵器包围议会网络连锁活动，爱关议会重视民众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啊，紧听歌细分明。美国时间18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针对美国总统川的弹劾案进行专院的辩论和表决，有可能会通过，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参议院弹劾审判的美国总统。不过，本案伫咧共和党较偏头的参议院，应该会让大事化小。伫咧弹劾表决进程，川也用公开批批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美国对华府到东西两花各大城市，一切真侪所在有真侪示威的人，因冒着寒冷的天气，大花川普落台，因为其他已经真久的最后讲清楚的时阵已经到啊。第二天18日，众议院就要针对川普总统在乌克兰门事件中涉嫌滥权，也佮妨害国会调查的两项违法失职控诉条款进行辩论佮专业表决。伫民主党人占多数众议院通过机会是真悬。川普在表决进程，搁再批评民主党想要发动政变，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出6页的公开批，坚持讲家己无做唔对代志，却是受到对失实的审判。明年大选，人民一定会用选票大大来追究恁的责任。Look, it's a hoax. The whole impeachment thing is a hoax. We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onto the Senate.控诉违法失权条款，若是得到众议院通过，这个案件就送到参议院审理。到时川普会正做伫安德鲁·强森、克林顿了后，美国史上第三位正式被控诉违法失职的总统。也不过，这里路台也真远，因为100席的参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民主党在基于的47席以外，也需要出动至少20席共和党人集体反背，才可能跨过2/3多数关门槛。也不过，这种可能性是真少的。It's clear.That Senator McConnell wants to use the Senate to help participate in a cover-up. 因为控诉违法失职案件的乌克兰门事件，指的是川普靠押对乌克兰军售加军事援助的款项，要求对方重新调查自己的政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后生在乌克兰人员集团任职时，是不是开始贪污？民主党指控川普把国家资源当作个人利益交换条件，明显滥权。九月调查以来，支持跟反对面意识娃娃，反映出当前国家的高度分裂。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下晡去到澳门参加回归20周年活动。习近平伫机场发表演说，俄罗澳门是认真伫咧做一国两制，未来发展会有真好规划。秘书是要甲澳门想共款。另外，17日中国头一台家己做的航空母舰山东舰也正式编入军队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飞行机的时阵微微笑，十八日去澳门参加回归20周年纪念活动，在机场发表简单的演说，俄罗澳门真认真地实行一国两制的部分，认真的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取得的经验和具有的特色值得总结。澳门未来发展美好的蓝图，需要我们共同的去描绘。习近平访问澳门，会参加真侪项活动，嘛预计送礼物。北京计划把澳门转型做金融中心，可能当作是对澳门的奖励，因为澳门无像香港出现反送中的抗争，嘛因为安尼真侪间香港媒体去向拒绝入境采访，因发表声明讲感觉真遗憾。另外，习近平17日嘛出席中国头一只家己做的航空母舰山东舰的交接仪式。5000人伫咧码头列队，这是伫咧辽宁舰以后，中国第二只正式服役的航空母舰，嘛算是解放军进入上航空母舰的时代。山东舰未来嘛以3R做保港，过来伫南海来活动。中国大陆内部就是说，对于强调以学习美国以航空母舰为主，建立航空母舰打击群、战斗群，这个是他们一个在发展的方向。解放军的意思要跟美国来拼航空母舰队，跟你做的航空母舰成军的意义是真大。山东舰2013年十月份开港来起，2017年四月份落水，排水量达到65000吨，至少会当载36架歼15的战机。经过高价出海试航，最近一届阁通过台湾海峡。伫咧这个真敏感的时阵，却用认为做是对台湾示威的意思真重。即马山东舰加入，解放军的战术春秋是提升真济，啊，不过要安怎编队来使用，也阁是中国海军的另外一项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30岁的女性独立记者伊藤实志，2017年控告 TBS 电视台彰化副支局长甲伊下药啊操打。东京地方法院18日判伊藤实志胜诉，伊唔惊证人讲讲勇敢公开伊被操打了后，爱替家己讨回公道做法，伫咧真保守的日本社会是真罕见，也互看作是日本 MeToo 运动代表的人物。美国众议院拄通过预算法案，当中有一个附加法案，就是把所未婚包括电子婚，甲会当未婚的合法年龄提悬到21岁。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愈来愈侪少年人因为食电子婚食一个条例。美国联邦众议院17日通过1.4兆美金的预算案件，其中包括一项21岁婚法，会把全美国买的所有婚草产品，包括电子婚的年龄，对即阵的18岁调悬到21岁。美国对六个月以来出现一种神秘的疾病，即阵已经造成52人死亡，上届少年患者只有13岁，而且患者共同点就是拢有食电子婚。而美国政府也把这疾病号名为电子婚相关疫伤害。美国总统川普九月提议要来禁止卖调味的电子烟，了后伊阁在顶个月宣布要支持提悬卖烟的年龄。即阵全美国超过1/4青少年常常使用电子烟，其中将近70%的人讲，因常常买的品牌是美国上大电子烟制造商少。也阁根据最新研究，少加万宝路含有相款的食条类成分。21岁婚法是在今年5月提出，得到国会2党的支持。美国上大电子婚制造商少加奥迪亚婚草公司拢表示支持这项法案。美国众多无婚团体认为，这家公司支持的原因是惊讲政府进一步禁止卖所有调味的电子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台美的关系。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后，美国参议院在今日用着86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要求情报机构要在台湾大选了后的45天向国会交报告，说明中国干涉台湾选举的行动。法案会送到白宫，也经过美国总统川签署了后，就会正式施行。川也日前也讲到，收到法案就会随来签署。Are there any senators in the chamber wishing to vote or change their vote? If not, the yeas are 86, the nays are 8. 美国联邦参议院在美国时间17日以2多数票数通过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众议院一月十日通过这项法案，即马参议院嘛表决通过，法案上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正式生效。The House passed it overwhelmingly. The Senate passed it overwhelmingly. We voted for overwhelmingly yesterday, and the President says he'll sign it immediately. 川普近期已经推文表示，会随签署法案。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爱在台湾待三日后的45天内，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安怎干预台湾选举，甲美国安怎协助台湾阻止这款的活动。这法案内容首次纳入加强台美网络安全合作，并关切中国影响台湾选举情形的相关文具。我国政府将持续的在现有坚实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会持续的跟美国密切的来联系、来沟通，稳健的深化台美互惠互利的一个安全伙伴关系。另外，毛三项支持台湾法条，第一零六控 B、第一零六控 C、第一零六控 D。内容包括成立下部会、国家美台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台湾关系法、美台防务部分，甲对台军售，未来卖相台性派军单经过台湾海峡。记者综合报道。选举爱清气，台湾才会出头天。2020年的大选存无到一个月，为了要防止金钱甲暴力干涉选举影响选情，全台湾的监警也开始执行选举稽查。到昨为止，拢总查到利用选举伫咧跋筊的，就2000多件，也甲缴金8400多万扣起来。而且，愈挖选举买票情形也愈严重，包括现金买票、办到车人送人礼品，这拢是算在内，千万唔通犯法。检警调查员建立组头徛街搜索，发现有大批签缴的单据，想要趁机会发选举跋筊仔。因为离正副总统甲立委选举投开票日无到一个月，法务部执行选举查查，防止金钱甲暴力介入选举，影响选情。到12月17日为止，全台拢总查获2000多件选举搅拌，查扣缴资8400多万。多数的选举赌盘呐，是依附在传统的签赌网站或是地下赌头那边去开盘。进一步追查，检察机关受理选举搅拌案件中，以总统大选为主，都有180件，甲往年总统大选差不多。基础是立委选举有13件。开票人员挖金涉及违法，买票情形也哪来哪侪。检方受理总统选举违法有达到374件，立委选举有412件，涉及总统选举贿选的有53件，立委选举的部分有234件。调查的贿选的方式包括现金买票、参会加送礼品，是以现金买票、还有赠送礼品、参会跟招待旅游为主。那越接近投票日的时候，现金买票的件数啊，是我们查缉的重点。法务部强调，为了查查贿选，法务部提出真高的检举奖金，也阁开发出多元的检举管道，包括卡电话、A P P、LINE 加电邮等方式。累计24年来发出的检举奖金达到11亿5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检察委员陈淑萍被约询。判前总统马英九无罪法官，却引起法官协会不满，发起联署，讲要抗拒检察委员滥权干涉司法，包括真侪法界团体也甲因声援，司法院也发出声明，爱检察委员重视权力分立的原则。面对着一个法界联手，陈淑萍也表示讲尊重法官联署的权利，也批评司法官已经伫咧激进行动啊。前总统马英九涉嫌涉弊案件已经判决无罪确定，不过因为检察委员陈淑萍讲要调查法官是毋是乱用心证，会在明年一月中旬约询专案的审审法官，和检察权甲司法权搁再来对立。法官协会首先来发难，发动联署，除了支持法官搁再接受约询，也要求陈淑萍卖违法滥权干涉司法，那无是为政治利益介入司法，开这个方便之门。专协会为了捍卫审判独立的立场，请监察委员审慎思考，立即停止约询法官的行为。本会也同步发起全国性的联署，以抵制任何滥权干涉司法审判的作为。包括法组协会等法界团体拢来声援，司法院也发出严正声明，呼吁检察委员遵守权力分立原则。监察委员行使监察权，应该谨守权力分立的原则，尊重司法权的核心权力点，共同来维护全体国民真实的自由民主宪政价值。面对法界联手反击，
陈淑明是强调，对进前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龙雄被控诉违法失职，检察官发动联署，到即摆法官也发起联署，司法官明显已经帮派化，只要感觉被侵犯，就大家起来反击，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好像现在法官或者司法官这方面都已经变成帮派化，他觉得你侵犯到他的地盘，他就开始全体用联署的方式想要让你害怕或者想要让你退缩，这种是很不可取的一种心态。批评以外，陈淑明也讲尊重法官联署权利，并且强调对这种老人长期在学界甲政界活动，联署对伊是无具有任何意义。对此，司法院秘书长林辉宏认为，法官讲监察权的分寸，还佮有审判道理原则，这个是适当的。也反批陈淑明对法官联署是帮派化的讲法是真无适当的。记者自王合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做市长也满一年啊，特别请一百位科长来分享市政府的建设成果。不过外界上界关心的也是空气污染的问题。卢秀燕强调讲，台中火力发电厂若是继续行拖拖，不排除会甲因十张执照依法处理。就即马一周年，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跟伫咧台中市政府头前的市政公园举办活动，向一百位基层科长来致意，嘛趁这机会来宣传政绩。啊，不过外界也是上关心空污。我们承诺守护台中。寒天以来，台中的空气品质也变作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强调的政策。啊，不过面对几落届处罚，中会也是继续伫小拖拖。对这个代志，卢秀燕表示有考虑要对中会十张执照来依法处理。啊，台电还有看出中央的诚意，如果他们可以确实守法落实的话，那当然，那我们可以伙伴关系。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改善的话，我们会依法处理，依法行政。包括这十张的执照啊，我们都会依法处理。罗秀燕嘛，对社会福利啊，够大地路拍通的经济土地政策来做说明，强调讲台中市伫个老人甲囡仔政策面顶拢真认真，嘛宣布明年一月的观光来通车。那我们许诺明年一定要让我们台中市第一条捷运完工通车。针对台中市强调空位性质，环保团体认为还够有改善的空间。过去可能同样的气候条件，台中可能就只爆了。今年看起来是没有到那么严重，似乎是中火减煤有发挥一些作用，对于其他污染源的治理的力道是看起来是不足的，对于工业节能的部分力道完全不足。啊，不过这条就职周年宣传政绩的活动，有不符台中市东关五土地定位的部分地主，原本预计要伫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职满一周年的会场面顶来抗议，落尾是去用安排伫咧丁正抗议区求被报掉，表达因的心声甲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长关中敏伫咧选校长的时阵，捌讲过，将校务基金的投资目标，铁度增高污染，实质是碳排放量真高的企业。台大学生会经过确认，校方目前已经撤离四间，甲4,320,000+的投资，会在明年年底完全撤离。学生会认为讲，虽然这是亚洲的头一例，校方应该主动公告伫台大网站，发挥台大的社会影响力。校务基金一直以来拢有用伫咧投资，各挂大学大部分拢是委外经营。台湾的国立大学拢是家己来操作。台大每一年160亿的校务基金，累计投资的规模达到20亿，是全台湾上多。学生会统计，投资的部分有一挂是高污染、高碳排的企业。三年前甲气候行动社做伙倡议剔除，这件代志伫咧关中敏就任校长了后有进展。在台湾的温室气体排名前十名，或是台湾的 PM2.5 排放量前十名的一些企业，至少他们所撤除的一些标的，跟我们的诉求其实大致上相同。台大拒绝接受访问，甘那表示基金投资无定期调整，即马等待落实选校长时阵的保证，已经处理相关投资内底超三分之二的投资，未来继续处理。学生会是直接讲，学校锁定六间公司，已经撤离四间，总共4,320,000的资金，还佫有两间预计伫明年年底撤除，创亚洲大学头一个。啊，毋过除了肯定学校以外，嘛无了解学校是伫烦恼甚物。因为这虽然是亚洲的首例，但在欧美国家已经有150多所大学这样做了。那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公开网站去公告说，我们接下来不要再投资在化石燃料产业，然后为什么？但台大却是透过学生自己去讲，在持续的拿校务基金去，投资在一些对环境或是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台大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学生会表示，学校应该主动公告信息伫咧台台网站，而且校务基金投资袂当干那注重稳定的利润。环境危害甲气候风险嘛，应该考虑到。台台是回应讲，未来以 CSR 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的指标来当作投资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开车安全爱重视，所以来这条咱做伙来注意。学界也业界也做伙合作，开发一种开车沟通系统，会当把文字投射伫涂骹，后壁开车的人就会当看到。不过，那开车该看别人的投射文字，也引起安全疑虑。Baby in car 真大字投影伫咧涂骹，后壁驾驶就随知影讲头前的车想要表达的消息。若是讲拄到后壁的车无设置切到红灯，擦到目睭，唔知要安怎甲对方讲，麦当用这款的方式来提醒后壁的驾驶要注意。这套时间语境的装置，阁会当照时间来判断主人公，转来调整导演的光度。NSPS 它有一个视觉拟真功能，我们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车的尾巴哈，它的后部呢，做一个这个投射装置，把你想要告诉它的资讯投射在地面上，就告诉它说，那你现在可以把你的远光灯关掉了，或者你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啊！我甚至于告诉他说：“我车里面有小孩，我说我车速没办法太快哈。”啊，不过伫车后边涂卡导演文字，汽车专家质疑会对后边行车视线造成影响，有安全的记录。运用这个投影的技术，在地面上面跟其他车辆的驾驶做沟通，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驾车的视线还是尽量要看向前方以及远方啊。如果是看向你的这个车头前方的地面的时候呢？你的视野就不够的深远，那时候就很容易错失了辨识这个行车危险的一个这个机会啊。消防团队强调，讲电固导射是透过仪器系统甲光线导射区域控制，来降低对四口围绕车辆的影响，减少超车过程当中的误解，啊，佮无设置开着红灯去擦着目睭的行车风险。相关的技术伫欧洲已经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啊，毋过同款有法规，啊，佮有调速责任归属的争议，即个拢是研发团队甲新科技加入来汽车市场的时阵必须爱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地动的级数会当更加清楚，气象局也参考外口的标准。目前咱即马是有八级，未来会改做十级。这项新制度也会对明年正月开始施行。台湾伫咧澳阿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界所在，常常有地动来发生。啊，毋过气象局发现，测到的震度甲民众实际感受有相差，所以参考美国、日本等等国家的做法，甲震度拄五级以上，阁分做55强、66强，甲地动的震度拄即卖8级，提悬到10级。五强之后呢，一些旧房屋哈，就可能开始会有危险，所以如果有看到五强的震度，也许你就要。有应变紧急应变的准备。气象局表示，新的地动震度分级0到4级维持旧的判断方式，都无感觉到中级地动会感觉摇震动有惊吓的感觉。到5强还是5强是强烈地动，会感觉真恐怖，无法度惊震动。那就6强是强烈地动，会因为摇甲真大力徛袂在。7级是强烈地动，除了摇甲真厉害以外，佫会无法度照家己的想法来行动。我们做了1370个地震的分析嘛，现在是非常非常。复合震度、地震跟震度，地震所发生的造成的这个灾损。气象局局调讲，去年已经加密70的分布数量，卖增加观测仪器的种类，让地动的定位跟震度更加准，卖当提供给救灾防灾单位来参考。啊，若是这项新的震度分级，预计伫咧明年1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刷落来，咱做伙来到南投的信义。南投的信义，这个梅花等要着时，不过煞有规半冬拢无落雨，农民也真操烦。加在受到东北季风加冷气团的影响，落几啊日的雨水，怕生这回梅花会开比去年更加好。梅花等要着时，煞有半冬唔捌落过雨，农民挂是梅花会开了歹，甚至影响梅花的产量。加在东北风加冷气团带袂少雨水入来，即马树啊已经有结花芽了。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其实真的是造成农民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紧张了哈。梅花比较没有开的话，就梅子的量就减少嘛。啊，梅子的量减少的话，客人也比较少过来买梅子啊。啊，梅花没开，客人也比较少过来啊。下了4到5天的雨哈，那雨下的还蛮平均的，所以呢，普遍我们得知的梅农呢都很高兴说，今年这个哈，今年应该不会比去年还差。农民表示，天气干啊，搁落雨，新义乡的梅花拍算会当顺利开花，而且会开甲比去年
更加好。因为如果有雨水的话，我们整个的乡内的梅花都会开，配合泡汤的人草、赏花的人草跟部落体验的人草，我们是希望把整个冬天成为一个我们新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旺季。是到欢迎民众来信义乡行大，伫遮唔来使看梅花，阁会使去部落体验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在婚礼的潮流国小，有一位志工爸爸温德莹，守护囡仔交通安全超过15年，连进前着癌治疗时阵，也拢心心念念囡仔安全。今年金安奖就颁发给伊，也感谢伊的付出。今朝看敢有车来，才引导囡仔过路。都好，爸爸温德莹透早七点就伫遮，十五年来拢伫遮咧守护囡仔上课的安全。伊家己三个囡仔早就已经对婚礼的潮流国小毕业。迄当阵学校无导航的人力，伊看到车祸，唔甘囡仔读册路途危险，就招牵手做伙来守护学生的交通安全。之前没有保护嘛，也没有那个替代役嘛。就在那个后门有发生一点小车祸啊，跟家己规箱啊车全送去病院啊，上山就开始从那天之后就开始站导护啊。从志工队的成立就是由他一手哦来创，那特别是哈，几乎可以说他全家都来服务我们石柳国小啊，招我们学子的上放学的安全。八一年时间就过十多年，温德莹唔呐创立志工队，都连伊着癌破病时阵，心肝目牵挂学生的安全，叫伊后生来替伊过路口。近来身体状况恢复，目赶紧阁转来徛路口。今年就着全国的金安奖，都获志工的肯定。伊心心念念嘛是要五万阁较侪人，尤其是少年人，会当做伙来为囡仔的安全服务。呼吁年轻人哈，就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忙，来维护小朋友、小天使的交通安全。潮流国小的导航爸爸温德莹，伊讲未来阁继续守护囡仔的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传统的文化技艺，唔呐爱靠老师傅相传，也爱靠科技斗三工。利用科技 AR 技术记录传统文化技艺，甲一款影像，未来会当成做 VR 模拟实境的素材，互民众会当亲身感受到。制作狮子头的徐俊雄，一笔一回一个熟练动作，拢讲到完成一个狮子头的困难的所在，甲真功夫。即个传统工艺，即嘛透过 AR 技术完整的呈现。而且会当让民众伫现场透过三 C 设备，直接甲制作人的工艺互相交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不拿出来的话，它就真的以后就不见了。文化部文资局整合历年传统工艺甲艺术的记录影片，以多媒体来呈现台湾工艺之美，为狮子头传统钉人、石工艺、木雕、帕提亚、刺绣到饼模等十五种已经接近失传也是珍贵的传统工艺。科技的方式，像那个 AR、VR、胶纸陶，还有这个狮头，还有这个木雕，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让大家有虽然没有到现场，可是，经由科技的方式，会让民众有一种亲临现场的一种感觉。这样，文化部文资局指出，这几年文化单位努力地透过影像记录传统手工艺，现阶段透过 AR 来求近民众对传统技艺的认识、深度和广度。未来一寡影像素材，也希望会当进一步结合 VR 系统，让民众有机会进入更加像真的境界，感受传统工艺之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民主自由绝对不是对天顶掉下来的。公司台语台头一出家己拍戏剧《自由的五万三部曲》，利用比利岛事件、日头会学运加李明哲事件做故事的背景，呈现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三个不同款世代导演用不同款的手路，要来呈现民主自由的珍贵。因为比利岛事件，我向管理要学落来底，我就惊我家己失去意志，会起笑。以李明
硬体事件，也有日头花学运，甲美丽岛事件做故事的主题。主评苏奕选、戴文东三导演，分别代表二十岁、四十岁，也有六十岁的世代，甲台湾推动民主的过程翕出来。公司第一台头一部家己制作的戏剧《自由的五房》三部曲，十八日的华山电影馆举办首映会，剧组的演员也有观众都拢客日头花，代表队《自由的五房》。其实咱所看到的大概甲事实上真实的故事内底，无甲伊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一都无够。伫遮尼短的时间，大家遮尼拍拼，因为咱想要讲，甲咱过去，咱为着咱民主，为着咱自由拍拼的人，伊行过的路有通互遮少年人，互大家人拢知影。有路，咱沿路唱歌。金曲歌王贾玲伊的歌声真够白，也够淡薄啊骚声，伊也特别替《自由的五房》做主题歌。其实嘛咧写我个人对台湾的迄种期待，哦嘛足感谢这条歌，其实有小可咧甲遮神拜致敬。哦，恁行过遐侪路，繁华了，今仔日会用遮尼自由。把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作是题材，无同的时代背景，年会无同款的导演，就拢同款在咧讲民主的故事。十二月二日暗时八点，就会在咧公司台记台播送。希望无同世代的观众看煞，拢会使感受到台湾民主化的卡架，也珍惜这个真无简单得到的成果。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农业若要转型，其中一项上要紧的工作，就是爱让少年人有意向，肯回去故乡打拼。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打着举办训练班，希望有少年农民来投入，大家也来学广告品牌行销农产品。在今日暗时十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咱做伙来看因的青春美梦。高雄农业主管单位自1802年开始举办青农培训班。课程内容敢若教安怎样包装营销，目的要让台湾新一代农民会晓种植，嘛会晓卖。为了要让农民捌安怎样包装营销，佫开办《青农本色》杂志，让农民体验做公民人物的感觉。牛奶揢较低个，好，安尼安尼，好好好，微笑哦。农业局咧招募一种年轻的农民的时阵，足侪人拢唔敢出来，因为因对家己没有自信。哎啊！于是农业局伊就做了《行农本色》这个刊物，好，伊希望吼这年轻的农民有一个可以呈现家己的舞台。透过青农课程的连接，少年人开始自发串联，利用家己产业的特色甲专长，举办有特色的农村小旅行。在农场的自然环境当中，就地取材，布置食饭桌，配合青果无毒的小农食材，和游客体验自产地到食饭桌的特色行程。去参加了高雄农业局所办的行农班，对，然后可能认识了更多人，对，然后就是有一些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不同想法出来。按去加的这些花、这些草啊，哦，是希望讲按两地、按个岛民，哦，互大家看到，按是做些主人的建好人看。都是花，然后蜡烛，就是以大自然的那个为主轴去摆设的，我觉得。跟外面的活动比较不一样。培训班鼓励农民结合家己的专长，以团体战的方式提升农业软实力，唔呐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也吸引更加侪少年人回来故乡，做伙替农村的农业转型，骨力拍拼。记者王艺芳、黄文良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印度看人的鸡卵糕表演，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
Thank you.